武术联会2009全港公开新秀武术锦标赛，由香港武术联会主办、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资助的2009全港公开新秀武术锦标赛，在5月17日星期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。今次比赛的目的是旨在发掘有潜质的武术新秀，同埋交流推广青少年儿童武术经验。赛事将会分为个人项目同埋集体项目，而今次比赛项目包括有五步拳、初级长拳、南拳、太极拳、刀术、剑术、棍术同埋初级枪术等。而今次参加的年龄介乎喺6岁至18岁，是来自全港各个不同的武术团体，其中包括有香港武术联会举办的学校武术学会的武术班、各社区普及武术班，以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合办的外展教练计划武术训练班的学员。在今次，各运动员必定是展开浑身解数，各族各项的奖牌。我们入去现场看看今次他们的比赛情况。Yeah.